小心。顾总对不起，顾总对不起。走吧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就好。那天夏千寻临时有事儿，是夏千哥代替的夏千寻。千哥，原来一直是你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。从今往后，我牢牢抓住，再也不松开。起色了，那千哥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让他继续稳住顾家呗。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，那国赛秀场之后我们就离婚吧，和平分手，也给彼此留点余地。我是不会离婚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装够了夏千寻，我想做回夏千哥了。那就做你自己啊。你确定你现在喜欢的是夏千哥，而不是我扮演的夏千寻？给你约了临时的千金，下午去见个面。什么意思？你既然和那个女人是利益关系，那就赶紧离婚。我不希望被有些人爆出来，说我们顾氏集团的总裁没脑子，被一个女人耍着玩。我是不会离婚的。不离也得离，这不是和你商量，这是通知。离婚的话，我不介意把整个顾氏赔给他。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来威胁我！我只是在合理划分夫妻共同财产而已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我是不会离婚的。千哥，千哥，我知道我可能醒悟的有点晚，但在我心里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你。我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我都要气疯了。我意识到一直是我自己不敢面对自己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你，我都喜欢。不好意思，刚听音乐没听到。顾总，那个李卓又来了，让保安直接撵出去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等一下，让他进来。好。顾总你好，这是项目企划书。我现在对你的项目并不感兴趣，如果你能保证以后不再纠缠千寻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。千哥，顾总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先四处转转。小心。顾总对不起，顾总对不起。走吧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就好。千哥，好疼啊，你看这一片都发红了。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受伤而已，你别多想。疼，千哥，演技太浮夸了。哎，千哥别走啊，我是真的疼。
你也不关心关心我，对我好一点啊。你就装吧你。如果你不清楚我的心意，我可以重新追求你，我会重新了解你，关注你，熟悉你的一切，并且铭记于心一辈子。那我看你表现，再考虑要不要答应你。变。你双眼皮贴起来了，你放心，以后你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会注意的。滚！